啊，好，吉行城，你说说吧，你在干什么？我在郑州，咱们就是种葡萄。种 grape 呢？啊，给你土。你那个小铲子呢？不是你小铲子呢？妈妈给你弄吧啊！来，你来看，这样横横着抬啊。这是吗？这城上的葡萄，城上种的，城上种的葡萄，爸爸给你弄点土，给它弄点土。这城上的葡萄。我说没有叶子。就是没有叶子呀，这会长叶子出来的。这是成了的，然后爸爸还没种呢。好，你这长叶子，我的没有。我都没长，那我在那儿呢。哦，你说那个？你想弄这个吗？嗯。按你开这个。那你要用这个吗？嗯。可以，这个送给我吗？可以啊。你要这个是不是？嗯。哦。那个是我的，我。行，这是成上的，来吧。那个是爸爸的。来，那你需要种啊，你必须要种。来，拿着点。好，种吧，种下去吧，种在坑里。好，把土，把周围的土往里放。这儿土，这儿，今天是2018年6月21号，程程种了一个葡萄，种两个葡萄，一个白的有叶子的，一个黑的没叶子的，我们看看将来哪个会活。快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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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种！就给我这个。要吃什么啊？哇，这么有劲儿！别碰到葡萄啊，轻轻的，别碰到葡萄。好了，粮食呢，可能需要用手了啊。这样吧，你看抓一包土过来，然后放到这儿。